哎，小顾。喂，大文，开黑呀、啊。好啊，我待会儿到家啊，到家就开黑啊。老婆，你不是逛街去了吗？怎么在家呢？你刚刚跟谁打电话了呀？哦，我们公司前台小顾。他找你做什么呀？又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是不是怀疑我？我告诉你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哟，谁呀？就他。接。我接就接。你给我开免提。我怕谁呀我？我房间都开好了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你看什么看？我跟你说，这边都有监控摄像头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就要看看你把身份证拍进去，你能不能取出钱来？怎么样啊？哎，别提了，高血糖。高血糖？不会吧？你看你这平时天天也健身的，也不吃甜食，怎么会得高血糖呢？可能是因为你太铁了吧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遇。我去你的吧！你得病了还想赖我？我说你甜到我了，你这是碰瓷啊？什么碰瓷？我怪不得你没男朋友。你都这么胖了，还吃这么多？哎呦，今天就吃这么点儿啊？装什么呀你？哎呦，今天就吃个苹果呀？我减肥啊？切，你减肥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？你减肥？来了，老弟。来了，亲爱的，我是傻帽，怎么认出错了？这把我手机上来了。50块钱呢，捡了个大便宜。别高兴得太早了，那是我给你充的，这是你大半年在我身上花的所有的钱，咱们分手吧，再见。半年前一分钱也没有花。据说，人在皱眉时需要牵动42条面部肌肉，而微笑则只需要17条。这告诉我们，面对生活的种种压力，还是保持发呆比较省力气。没干嘛，我看你盯着监控这一个小时了，你给我说你在干嘛？
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听说你已经结婚了。嗯。一定很幸福吧。挺好的。你往前走，不回头看了。未来的路还很长呢，是好是坏都不一定。买份保险吧，我先就做这个，我给你看看资料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为了家人，为了自己，多订份保险。人就担心我，我不订，太不爽了，真的不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你好，一共165。哎呀，我手机呢？手机又忘带了。没事，我知道你经常忘。这都不好意思啊，这是。我给你带来了。你还真细心啊。160吧。163嘛，你好歹便宜点吧，啊？那你们女人的错全是我们男人的事，啊？这结婚这么多年，全是我的错，离都没错过呀。这日子我过够了，能给我过，不能给我离吧。你错哪儿了？我错就错在当初不应该跟你结婚。